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y， 我想到一个方法要来恶整佳妮。等一下呢，我会跟佳妮开车出去买早餐，然后等他早餐快买完的时候呢，这时候我就把车开走，看他会有什么反应。又到我们黄金五秒钟的时间，请各位朋友帮我按个喜欢，并且分享。如果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帮我开启铃铛。跟你一样就好了。那我们等下在下面吃吗？没有，等下外带了。走，好快哦！我要扁担蛋饼，两个。钱给我。这台车就要开一下，黏回来了，我去买东西黏回来。欸，这一台蛮舒服的，复古风的一台电动车。刚刚跑得爽吗？来，我载你回家。好累哦。真的超智障的，刚刚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感觉怎么样？就是觉得很孤单啊。你是路痴吗？我不是路痴，是你才是路痴吧？嗯。好惨哦，北七哦。我现在被了 Andy 一个人抛弃在路上，所以我决定要反他一击，我要把他的红茶全部喝完。这是你整我的下场，见。阿妈，伊都要甲你的电动车用歹去啊。没有。好的。无。坏，你这就该修理。好啊，下来甲你修理啊，你要出钱啊，你啊。都没有坏掉，要出什么钱？我放啊。来啦，来这边去挥啦。无翕你啊。你个。嘿哦。你个要创啊？伊翕你水啊。我是啥物翕我水？不然我一台有啥怕？有啊。我是来。你摔对了。我要去，我要环岛。我要环岛。哎，这台很方便哎。我也觉得蛮可爱哦。来上来。他不就好帅？